范冰冰现身台北，陆美杯性感身 V 透视长裙亮相，盛世美颜镇住全场。台北网友捕捉她在餐厅用餐，鲜少来台湾的范爷范冰冰于3月28日现身台北，以全球形象广告代言人的身份出席 Lotus by DBS 高级珠宝系列发布会。当天身穿性感深 V 拖的露背透视绿色长裙亮相的她，果然女生味十足，美得冒泡，镇住全场。距离上次因私人行程到台湾已经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，这一次因工作在访台湾，范冰冰表示，我很喜欢这里，很喜欢这里的影迷，很热情。当天的活动虽然比预定时间迟了半个小时，但她一现身即巧笑倩兮，亲切问候，展现高 act 和好心情。钻石对范冰冰而言是永恒的象征，她表示想生女儿，将来若我有女儿，她18岁时一定送她一颗钻石，永恒地陪伴她。非常爱吃的范冰冰一抵达台湾就冲到夜市吃了蚵仔面线等小吃，而她最喜爱最让她想念的台湾美食是沙拉鲜笋，满口念念不忘美食，当然也必须保有曼妙身材。易胖体质的范冰冰每次都控制自己的饮食外加运动，每次君宁张君宁就拉我去运动，他是运动狂人和控制狂，但也让我有很好的生活方式。但面对台湾美食就很难控制，想说就胖个2公斤回去再努力吧。有网友在餐厅碰见了女神范冰冰，从远处把范冰冰拍下后到脸书社团报废公社说只能远观，气场太强了。虽然照片不清楚，但眼尖的网友们马上认出就是范冰冰，网友们看了都大呼羡慕，而且也好幸运。这次来台除了工作，范冰冰也称将会探访林心如的女儿呢。